髋关节手术之后遵守关节预防措施，可以保护你的髋关节同埋减低甩臼的机会。这些措施包括不可以弯身超过90度。不可以扭过髋关节，同埋唔可以交叉对脚。如果要在地下度执起啲嘢，就要用长柄嘅伸展器或者学高尔夫球手执波嘅姿势，即系扶住张稳阵嘅台或者凳，做咗手术嗰只脚伸向后面，用只好脚弯低个身，然后伸手去执起样嘢。